这可以重叠。我已经射了这么多箭了。其他不要，其他不要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这骨头，我的面包，对，吃点面包，因为夜视效果很快就会没有了呀。赶快走了，后面这边的怪都先不要管了，这边稍微都擦亮一下。我到时候应该就是走像这样子的路回来吧。哦，前面这边有泥土啊，泥土路，泥土路是我们要走的地方咯。摘刀，击退一哦，它有一个击退一的效果，那可以专门用来打。喂，这么近的地方，等等，眼前开始出现了，我的天，不要闹了，不要这样。哇，他把刷怪龙全部都盖起来，那玩个屁啊！惨了，可能会死在这边。我周围全部被那个，全部被包围了。天啊，这边太多刷怪龙了，我先躲在这边挖掉好了。可以，好那个一直在升啊，那个东西，他把刷怪龙都盖起来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他下面还有一个僵尸的嘞，哦，太好了，哦，刚好出来，刚好砍掉。后面那边还有一大堆哦，我就在想，这些怪真的有打掉的必要吗？不是、啊，生怪专真的有打怪的必要，打掉的必要吗？也许有吧。前面好像还有沙在往下掉，哎，太危险了吧？哎，这地图这里也太危险了吧？哦，天哪，不会吧？还有苦力炮的、啊。喂，不要再升了。它升的范围到底有多大、啊？不会是上面这些东西都会升吧？那这样这些挖掉，其实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吧？等一下，我先出来一下。在哪边啊？别闹了，这个要先挖掉。苦力怕你好，苦力怕去哪了？要优先解决。他等一下就会从后面这边来的。夜视效果好像没了，我怎么砍不到他？好，这边的，哦天啊，赶快挖了。好，趁他没有要打我的意思的时候，有了，他打我了。啊，天啊，一定是弓箭手在射箭啊，那射箭的速度超级神快的、啊，简直就是神啊！你的射箭速度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啊？怎么射那么快的？擦亮一下，哦，我的天！趁他对我没有兴趣的时候，等等，我就说吧，那个苦力怕到时候一定会过来的，一定是刚刚走下去的苦力怕过来炸我的。你看这边还在升哦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照明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相信他是照明。这个赶快，哎，我被卡住了。等等，队友，他这样子升方块，有的时候就会造成这种地图被卡住的问题啊，哎，这真的不太好啊。刚才我要上去还被卡了一下，来，你来射他，不要射我，射他，哈哈，他会不会去找他麻烦？哎呦喂，糟糕，靠近他都难了，死吧，不要再升了，在我挖掉之前不要升行不行？我怎么箭掉了？哎呦喂啊！别闹了！哎，我卡住了！等一下，这边无法前进啊！喂，他们最厉害的就是直接用地图 bug 帮你卡住啊，这才是真正最强绝招啊！我相信。哇，还无法前进啊！我这边真的无法前进欸，这边被卡住了！天哪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完全被卡住了。哦，那边危险。不能乱走，那里面太危险了。哦，对哦，我可以从外围这边走，这样子怪应该数量不会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就是会发现我的怪的数量不会那么多。到时候我要撤退的时候，也从这一条路走就行了。然后把路上能挖的刷怪龙都挖一下。那个东西他那么喜欢升方块，就给他去升呗。我觉得我的夜视药水的话，要不要再使用一个？应该还好，但我要怎么走？我走外围这边，我不要走里面了。
嗨，你好。天哪、啊！但是我发现，我发现这边的刷怪龙也不少哎、欸。快点过来了，快点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紫色的东西。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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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、啊！我被谁打了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一下会被左打，一下被右打？明明我的左边根本没人呢、啊！啊，太多怪，太多怪，太多怪在前面。然后最麻烦的是，这个沙一直在升啊，那东西感觉不挖掉好像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怎么砍不到人了啊？打假的了，现在真的被打假了耶！来啊来啊来啊！我感觉我的装备一定有坏掉，他们打我的伤害怎么这么高？果然胸甲直接坏掉了，我的天啊！怪不得伤害这么高，而且开始卡了游戏。所以那个这个会升方块的东西，果然还是最越早挖掉越好啊，不然真的是个麻烦呢、欸。这个东西反而成为地图的一个负担了。上面那个是不是？这边要过来挖又麻烦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又出来了，又出怪了，又是他。赶快先这个挖掉了啦！哦，不要再升，不要再升了，不要再升了，不要再升方块了，谢谢，不要再升了。挖不到。哎、欸！哦天，这边还有好多的，但是我现在快要死了，所以最好还是先退一下，吃个牛排。我怎么被射一下那么多血啊？他们什么弓啊？明明装备都在啊，他什么弓啊？强力100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伤害有没有那么高的？根本无法前进了嘛，现在。这个会不会有一天沙被填满啊？哎，那个方块，这个深的方块有点变态哦。有一天这个地方被完全填满的、啊，就是这也是其中一个。这个不挖掉真的不行，但是苦力趴在对面，他要走过来了，这个也挖掉了，应该又减轻一点压力了。不然地图会卡的不行啊。吃一颗金苹果再上好了。而且重点是我的稿子已经快要坏掉了，我被卡住了，哎，哦又被卡住了，哦，这什么啊？这样子让人玩不下去也不行啊，他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不要来找我麻烦了吧？我没看到他，我没看到你，谢谢，刚刚没看到你，不要来找我麻烦，谢谢。哦天哪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么多怪都已经来找我了。来啊来啊！天哪！好，他们去自相残杀，最好了，最好了。Oh my god！ 死吧！你们打一打，谁获胜的告诉我啊！刷怪龙！给他炸，给他炸！哇，天哪！Oh my god！ 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哇，终究还是前进了。我天哪，怎么有三个刷怪龙在这里啊？你们闹的吧，你们！这种最烦的，这种最烦，真的。先挖掉其中两个，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在这里吧，我看。哦，我又被卡住了，这边会卡人啊，这里会卡人，这地图还怎么走啊？哇，跟个隐形迷宫一样，可以了吧？应该已经扫掉很多东西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所以我们要到那边去，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咯。那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到对面那边去？应该是从旁边这边走就行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、哦、天啊，旁边的沙已经升了这么多出来了，可以的。再走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有刷怪龙？不是，是我的火把。现在对刷怪龙好敏感哦。而且我没有更多的武器了吗？
金剑是一瞬间就爆掉了啦，还有铁剑，太多怪。不过我好像还行吧，还行。好，所以我夜视药水现在要再用一下吗？可能暂时还不用，我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走就行了。那个苦力怕那么远，应该不会来找。但这边有两个，炸吧炸吧炸吧，不炸。第三剑你们就要死啦！你还躲在他们的屁股后面是想怎样？好了，这边有两条路了，不过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拿到我们的紫色羊毛了，没问题。啊、哦，紫色羊毛我来了，可以的。哦，桃红羊毛。嗯，这个弓的话就不需要了吧，放着了。这个石砖更不需要了吧，我只需要拿一个羊毛就好了。所以这上面会不会有东西可以拿呢？这上面没有，那就要到那边去啊。那我已经拿到了一个羊毛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地回复了，对不对？看样子就是势必是在这里面了。我要不要吃颗金苹果？算了，吃个面包呗。这边死了很多墨鱼哥、哦，我看到了。所以这边是怎样？这里让你练习用弓箭射矿车。什么啊？为什么要练这种东西啊？哦、我感觉好像真的需要了，嗯，不知道他们如果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射掉一个了，刚才，因为运气的关系，我只想要射他而已。喂、欸，我只是让上面的那个燃烧了，射掉他，哎、欸，射掉他呀，哇塞，射掉，啊，不是射到了吗？哎、欸，射到了啦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已经射到了。不要只是燃烧啊你哇！哇，比较实际一点的做法，果然还是走上来，然后直接用剑砍的吧，或者直接叫苦力怕把这边都炸了。好了，他身在里面了，砍掉一个了，里面的怪只是越来越多而已哦。又不能离太远，这个弓箭手不先射掉又不行，里面又狂出那个弓箭手，我要怎么办？不要再出了，好吧，打掉，我还是直接冲上来了吧，砍掉了，又砍掉一个了，我赶快先走了，因为我感觉他们的杀伤力怎么又变强了这么多啊？我是不是又一个装备坏掉啊？我的帽子已经坏掉了，可是我没有补充的帽子了、啊，那这就麻烦了，我得吃牛排啊。后面这边又有怪了，前面那边会很难走，这条路会非常难走，因为那个怪是狂刷的、啊，稍微擦亮一点好了，让他们去彼此射彼此好了，彼此去打彼此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苦力怕，我这边先往前走。可恨，这赶快砍掉啊！砍不掉吗？因为前面这边还有一条，砍掉了，但是好像怪又一直在升啊，搞什么鬼？哎、欸，哎，不要再出了，不要再出了，这种小僵尸啊，武器就已经没什么攻击力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出了，砍掉，可以了，这下怪生的数量应该只会更少了吧？快点出来，让我砍掉，没事了，后面是越来越安全了，再就是前面了，我要砍几刀才会死啊？啊！My God， 还出？等等，这个是不是洞穴蜘蛛？是哎、欸，快点出来啦！进去不要那么久好吗？进去不要那么久。哦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这边是干嘛？传送出下层矿山，所以这边算是下层矿山的终点啊。然后在这里面呢，又是让我放那个。大地回复的，所以大地回复只有一个在这里。那么一个特殊物品我没有找到，对不对？
这样子看来就是有一个特殊物品。我在想可能是刚刚那边有一堆怪的那里面了吧。大地回复我放进来了吗？对，大地回复我放进来了。那矿车啊先放着吧，墨囊这么多我也不需要啊。好的，不过大地回复已经拿到了一个，然后羊毛也已经拿到了，那就只有特殊物品没有拿到，那可能也不一定说一定有需要去拿，这样子有可能在这边啦，有可能啊，就在那上面了。我还要上去看一下吗？我现在最麻烦的是我的帽子已经没了，然而不过我的帽子怎么爆得那么快啊？我是不是要再回去那上面那边啊？我本来就需要往回走了呀。对，本来就需要往回走了，因为我得走出，或者是那个按钮按下去我就上去了。我最后上去那边稍微快速的逛过一次好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，哎呀，可是很危险，特别特别的危险，类似箱子的东西，有就拿，没有就算了，这样子。这上面不可能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走了。哎呦，又被卡住了，等等。对哦，这里面这个麻烦就是会不断的被卡住哦。所以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个地图把你卡住，有没有？我在这边又动不了，前进不了，哎，我也后退不了。等等等，我完全被卡住了。等一下，危险，危险了。哦，你把我救出来了，我还得感谢你一下哎。哦，不行了，这个地图没办法继续走了。这里会不断的把你卡住哦。我又被卡住了，我又被卡住了，前进不了。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干嘛回来这里啊？刚刚到那个底层就应该直接就一直往前走就好了，我不想要待在这里了。不断的把人卡住，不晓得什么意思的，把往前走了。一个特殊物品，有需要拿再回来拿吧。感觉现在应该也没有，不一定有需要拿。重点是那个，纪念碑那边能完成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地可以回复，让这里可以回复。我们要先上去了，还有要到达下一个地区去，这样子没有错。所以先走出去吧，走喽。嗯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很好。好了，我终于走上来这里啦。然后这上面什么的，其实我没怎么探，对不对？我就稍微探一下这上面吧。谁知道这上面可不可能会有藏东西啊？虽然我觉得也许几率是蛮低的吧，这里感觉就是一个矿山而已嘛。这里的话，刚刚我的鞋子也爆掉了，所以我就把鞋子穿上了这样子。然后头盔的话是没办法了，没有任何的头盔给我戴了。现在这里好像还是，也许这个夜视药水来会比较有效吧。插火把还不一定看得到东西耶，说真的，夜视药水会比较有效一点。我就饿了。我看来这边好像是没东西吧，对啊，好吧，所以我们可以赶到下一个区域去了，或者是这边稍微再检查一下，能看的地方都稍微最后再稍微看一下，这样顺便把车站附近也要擦亮才行啊，车站附近不擦亮怎么行？哎呦喂，车站附近要擦亮一下，以免说莫名其妙生了一堆怪。车站附近怎么能生怪？死吧！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所以上面也看了一下，好像没什么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到下一个区域去喽。下一个区域，走了。下一个区域，我们来了。下一个区域应该也会有个传送点吧？总不会连个传送点都没有吧？哇哦！我们要跟这里说一声拜拜了。大地回复我刚刚是放在了中介箱里面了，然后桃红羊毛我也抓在手上了。哇哦，哇哦，这个赞，这个赞，这一整张地图到底做了多大了？真的是，哇，哇，开始亮起来了，开始亮起来了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钻石镐，而且我该怎么办？我可能只能回家做皮革帽子了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做皮革帽子啊！天哪，有点狠欸。哦，车站，下一个车站又到了。哇，耶，耶耶，
这船是给我们玩的，就对了。是可以玩这个船呢、欸。不祥山坡，现在一切看起来还很平静。现在，啊，终于闻到新鲜空气了。不祥山坡是地区四，一个大地恢复一个羊毛，零个配方，这边可以得到阳光原子。下一个入口，OK，原来是下一个入口啊。然后一个秘密物品这样，地点山坡地，部分来自于中国建筑及魔戒，58小时的时间，不祥山坡在这里，所以有怪朝着我过来了。等等，先砍死了。这个僵尸现在都可以看超远的距离的啊。先擦亮一下好了，挺好的。其实这种看起来感觉也是蛮漂亮的，有没有？所以那一环是戒指，是不是？现在看一下好了，这是休息所，我们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设置重生点，直接设置一下了。这边是床，可以让我们睡，不用睡了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又有更多的东西来了啊！效率一的铁镐，赶快先拿了。这样在挖刷怪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。我 这有看火线三，所以这个锁链凶宅也比较好一点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哪里来的？好吧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，并且整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哦。看样子我好像还没有办法传送回去的样子，是不是要到下一个路口我才能传送的回去呢？那么这一集的话呢，就在这边结束喽。感谢大家的收看了，我们下一回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